OOTD。我刚买完早餐，那现在要开始我的一天，跟我走吧。早安，我是思璇，欢迎来到我的一天，进来吧。像这个就是我老婆圣诞节的时候准备的，她比较喜欢一个仪式感，然后那是情人节送给老婆的。我们家比较简单一点，那但是因为现在小朋友快要出来，所以现在这边就是放一个大的尿布台，这样的占空间。就是我平常可能会铺一个瑜伽垫，就是回家后就会在这边放松或是伸展。但是我们应该计划说，是小孩回家后，我们这边可能就会铺一个软垫，让他可以爬、可以玩的地方。这样，因为今天是球队的休息日，所以因为上一场比赛我扭到的关系，所以等一下我应该去球场，看一下影片，然后跟教练讨论一下之后可以调整的地方。那我现在要先骑滑板车，先去买早餐，再去球场。就是市场从2022到现在，我们有很多一系列的复苏的东西可以看。来球场的路上，有时候可能会听过来小孩快出来，所以也有在规划一些可能投 ETF 之类的。等到他长大一点之后，那看这笔钱要怎么给他运用吧。毕竟生涯就短短这几年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的本业做好。就是球员的话，就是把球打好嘛。因为我觉得你去争取更大的合约，更稳定、更强大的金流，你才有办法让投资这件事情带给你更好的获利。那我现在吃的是蘑菇面，每天必吃。你手阳将，把你手都手中克拉中，按、啊、你下一场付出应该是对他，所以你就看说，像这种前面的人，你就差在最后这一排。比完赛的隔天，我是回去都会稍微再看一下。我们在比赛中的时候，他也会一直去问我说他要怎么样做。比方说，他其中一个任务通常都是防守对方的大洋将。那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，就会针对在场上的状况去做一些调整。我觉得他好在他是聪明的球员，他自己很清楚，知道说他目标放在哪边，他要怎么样做到。你卡吗？其实今不会，今天爽足了。你不觉得今天躺的感觉很松的吗？还可以，今天一个比较正常的。打球受过最大的伤就是刚来国王那年去美国受的伤，就是我的手腕骨裂，所以那时候自己压力也蛮大的。伤刚好的时候，就是已经赛季要开始，只能从比赛中去抓可能队友的习惯啊，或是教练团他们的可能一些调度的方式之类的。那我觉得就是在场上去多开口沟通，然后场下也是跟教练团他们去讨论，然后时间久了就是也找到在这个球队的角色。我现在要回家接老婆去吃饭，走吧。因为我们等一下下午要去产检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医院附近的咖啡厅吃个饭。这是生产前最后一次产检，所以可能要有一些文件跟程序要做，还要检查。我自己期望是男生啊，因为男生的话可以陪他玩啊，或是陪他运动之类的。但是那时候就知道是双鱼座，所以就是我老婆就有一点私心，有希望可能是女生。可能为什么双鱼座女生怎么样？也不是说双鱼座女生怎么样，可能是觉得双鱼男不怎么样。双鱼座那边是开玩笑的，听蛮多人说，就是双鱼男，就是他的可能小剧场会比较多，就是他的情绪要比较要特别去照顾一下。我们之前产检最久的一次等了快要3个小时，因为就是国号，然后就是刚好那天人又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可能从下午诊的中间的号码，然后等到下午诊的最后一个，就等到晚上。
前有几次练球没有来，然后但是大部分到后期几乎都会陪他一起，陪他一起来，我也可以大概知道小孩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。今年是2986，三千五都是正常的，正常2500以上就 OK 了。多少以上算频道？巨婴定义是4000。我手挡住，手挡住，我有点挡住下巴，怎么还在嘟嘴？动好。月子中心出来后，刚好是准备要接着面临那个季后赛，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对，所以可能就是也在这边先祈祷一下儿子，就是到时候可以乖一点，希望他是一个天使宝宝，可以替他老爸争取一点睡眠时间。看起来真的很有个性。他是说他觉得鼻子比较像我，对吧？但我自己是看不太出来。心里最冲击最大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去参观那个月子中心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挑的时候，然后进到那个婴儿室，对，就是里面全部都是那种刚出生的婴儿，我就觉得哇，父爱都在跑出来。我们现在要去附近吃豆花，因为我们刚刚产检的时间异常的顺利。下午有吃一些东西，所以没有到很饿，但是就是准备一些小东西啊。然后第一个做的是蒸蛋，没做过什么太难的料理。那我只有做过甜点，做过那个乳酪蛋糕，现在要加这个牛头牌的昆布海鲜熬汤。这一道要做的是红葱酱拌面，我喜欢吃饭，我可以三餐然后一个礼拜都吃面。烫这个面，然后现在因为我等一下要加一个酱，就是这个牛头牌的红葱酱，那等一下面捞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个加进去。面可以再煮一下，但为这个还蛮好吃的，这个很香，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料理。你今天这三道你最喜欢哪一道？我喜欢这个蒸蛋，因为我觉得味道恰到好处。牛头排啊，再约会一次。有时候会比较期待，就是看那个李冠希，可能自己也是球员吧。然后一开始知道，有一个韩国的也是职业球员，然后去参加这个节目，就觉得还蛮特别的。以他这个年纪，以他的历练来说，应该会蛮清楚他自己知道要什么。只是可能在这个节目里面，他的选择太多了，所以可能他等到最后一刻，然后才去做出这个选择，所以可能在过程中可能就让女生比较不开心吧。那你自己的感情观呢？你认为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？觉得很多事在感情里面都很重要，但现在我自己想到的其中一个，第一个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信任嘛，然后第二个是
我觉得两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的生活圈和空间。然后第三个是，我觉得两个人应该都要先把在感情里面都要先把自己给顾好，先把自己顾好，你才有心力去陪伴对方，或是陪伴小孩。腰很酸。所以我们都很少下班。好啦，这就是我的一天，我要来享受我的独处时间啦。Cheers。这是谁？他都开一只眼，开一只眼。停住了，停住！我先拿。